挑战去给幼儿三轮车换轮毂。找人还是看车？看了。这边暂停卖车，那边是改装。这我记录不清，这是改装加买卖。车在外面。这是听谁说来我这儿的？朋友介绍的。啊，对。换个轮毂的。啊，行，你啥车？轿车。有的轮毂你不用明白呀。看你啥车啊，我给你看。这你啥车你不明白吗？反正我问懵了。我说你不说车停外面吗？啊，两台车，我们坐车也来，完了拉累了那个车。你让车拉累了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搁这挺忙的，一天你搁这逗我玩呢是吧？你给我整笑了都。这个行，这个看着行啊！你要是逗我玩，我可就打你啊！这是德国的，咱们换一个 DBS， 这套8万多，这个行。那咱们看一眼电车呗，这尺寸，发动机咱们一般也能换是吧？能换，钥匙给我啊，我叫工人开去。啊，不用，我开。这是，高明，来，给这人提了出去，谢谢啊，哥们儿。